當你工作攰咗，翻到屋企，一身酸痛，最想係做咩呢？係打機啊，食嘢啊，抑或係女人呢？通通都唔係，當然係機器藏肉啦。機器藏肉由中國 ISCO 高級文憑認證，另外仲採用咗美國最新研製嘅回納物料。無論是大人抑或是細路都瞓得咁舒服，起身啊，衰仔，好攰啊，好都是工作攰咗，翻到屋企。开唔到门啦！吓，唉，低几次啊，又要重新嚟过啦。书包啊！唉。喂，喂，冇电喎。边有几开机啫？食嘢？喂，你等等等，打电话。个人咧？喂，你搞啊？喂，依家，顶，依家唔系彩排啊！正式嚟紧嘅。唔得喎，好似。